你好，帅哥。谢谢。You can 还有什么 speak 呢？Chinese。这我真的红色的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很抱歉啊，非常高兴认识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嘉祺。马佳琪，我叫王对，瑞恩。王瑞恩，是的。你的中文为什么这么好？什么意思？没有那么好。你的中文为什么这么好？还好吧。非常的乱着。啊，好的，那你就是从中国来的，对吧？对的，你就是中国哪儿的人？我是中国山东这边。你去过中国吗？是的，我出过成都。成都。你出过美国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去过别的国家吗？我去过伦敦。伦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那边的天气非常的好。啊？嗯。